范小开钓女网友，偷走20只 iPhone，iPhone 手机魅力无法挡。香港这名男子看准他的魅力，连续4个多月来化名罗乐林，假扮富家子，在网络上勾引少女，之后邀请他们玩 WhatsApp。确定少女拥有 iPhone 后，就约他们出来，把少女约到高档餐厅吃饭，然后以电话没电向少女借手机后偷偷溜走。有3名年轻女子受骗上当后报警，警方2个月前在网络上将她约出来并逮捕她。她被捕后承认犯案，并表示她曾经偷走20名女网友的 iPhone， 之后拿去转卖获利，总值约39万元台币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